来，这件呢、啊，我自己买的两色，来先跟大家讲，整件呢、啊、大概可以穿到小 L。那它的布料很特别，绝对是你衣橱里没有的，白跟灰都超美丽的。那它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在它的扣子哦。然后如果是以妞儿出门的话，我自己就会穿成这种比较小短版衣服的感觉。那如果你想要搭一些格纹裙啊、正式的裙子啊、针织裙啊，都可以哦。好，那如果我是以牛仔裤的 look 的话，我就会穿这样，而且它整个布料是非常非常的亲肤。有没有？它这一个是一条一条间距，它是车立体压纹，立体压纹的下面它是透肤、透纱的透肤的棉质，但它最可爱的就是这个，我就是当初啊，就是看中它的这个排扣，然后跟它的经典波纹设计，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哦。好，其实呢，它可以当一个小外罩式的罩衫，所以如果你今天穿的是洋装，你也可以把它拿来当成是小外套，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哦。这穿下去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怎样亮，非常非常的提亮肤色。好，这样子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曼妙然后非常漂亮的感觉。好，所以呢它也有这样子的搭法，我觉得非常适合上班族们。